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盼惊奇》，我是大宇。不知道大家早餐都喜欢吃什么哈？美国人呢就是麦片、牛奶，要不然呢就是烤面包片配黄油、花生酱、奶酪，或是鸡蛋和培根等等啊。华人早餐就丰富多了，油条、金饼、豆腐脑啊，豆浆。广东呢还有早茶啊，更丰盛，各式的广式餐点都有。那当然了，还有包子这种面食，也是典型的早餐食品。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网民们开始把中共的某位伟大领袖比喻成包子啊，把对他的一些敏感词的评述会简称为“乳包”，甚至呢，有时候谈论他的时候呢，就直接把包子作为意象放到配图上。话说呀，这中共外交部的华大妈啊，应该也是个明白人。 比如，二零二一年二月十八号，有香港中评社的记者提问说：“中国在推特和脸书上啊，涉及外交工作领域的账号增加了两三倍，暗指中共的外交部门呢、啊，利用外网的社交媒体搞大外宣啊。”问华春莹对此有何看法？华春莹啊，回答了经典的一句：“为什么外国人可以使用中国的社交平台，而中国人就不能用推特和脸书呢？”对啊，对呀，这是为什么呢？ 华春莹代表广大的中国网友发出问话，这话说得多明白呀、啊，啊，对不对？但就这么一个明白人，在十一月十三号自己的推特上又明白了一次啊，分享了一张灌汤包的 GIF 动图啊，那一笼包子啊，晶莹剔透，颤颤巍巍，特别吊人胃口。但这分明就是涉嫌乳包嘛，啊？难道华春莹自己不知道海外推特圈的规矩吗？ 而且呢，他的推特呢还打有蓝标，下面注明是中共国政府官员。他是用这样一个官账来分享包子啊，真是胆大妄为。但是呢，细翻他的过往，这还不是第一次。比如，他曾于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六号，在有人发出的呼吁啊，习近平下台向中国民众谢罪的帖子下面按了赞。不少大媒体啊都报道了这一事件，也许是事儿闹大了。 华春莹啊，当时很快把自己账号所有按过赞的贴文呢，全都清空。所以呢，也有媒体猜测，可能是华春莹手滑啊，导致了乳包。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明白人的华春莹啊，看来每一次都是不小心啊。这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啊，兼谐星的节奏。他分享灌汤包的这个帖子啊，是在分享江苏淮安的地方美食，在那个下方啊，连接的一个贴文。 他本身呢就是淮安人，那灌汤包啊是淮安地方特色小吃，准确说呀是蟹黄灌汤包才是淮安的特色。现代的灌汤包啊本身是从河南开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扬光大的。那早期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北宋的汴京啊，其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新平的祖籍就是在河南，是邓州市，呃籍贯是陕西的富平。河南不仅出了名小吃，也出了当今的大人物啊。 那中共刚结束六中全会，看上去啊，习近平离二十大实现连任第三个任期是越来越近。但是呢，现在人们发现的一些迹象却显示，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咱们举一个小朋友的例子啊，小习呢是一群小伙伴的老大，他要继续当老大啊，就得跟其他的小朋友说啊，你看每次出来玩呢，都是我叫你们出来，有人欺负你们呢，我也会帮你们揍他。虽然说最后呢，还是我挨打吧。那么还有啊。 咱们现在玩的这些玩具啊，不少都是我给你们带的，所以呢，接下去你们还得听我的。那这时候呢，按照惯例，他的几个核心的小伙伴呢，就开始表态了啊。小栗子就说呀：“小席没问题哈。”那么小强、小汪还有小赵啊，也分别说：“小席好的呀。”那这时候呢，小伙伴里的另一个长得高大魁梧的小军啊，却一直不说话，不吱声。 那所有人呢，肯定都觉得怪怪的，对吧？而且呢，这几个小伙伴呢是小习核心圈子的人，应该一传一，十传百，让更多人知道。可是这个事儿呢，过去了好几天，小习的几个小伙伴啊，只跟自己身边的其他人象征性的说了一下，小习呢没有向自己的班级里更多的小朋友公布啊，这就有几种可能，比如啊。 在小西之外，还有别的大块头啊，也想当小伙伴里的老大，太声张了，他不敢。那么还有个可能呢，就是小西撒谎了，那些玩具啊，不都是他给带的？也可能呢，是他抢了别的小朋友的玩具，可能还有别的问题。呃，那些话传出去啊，难以服众啊，也有可能是小栗子、小强、小汪、小赵啊，也没太把这当回事儿，碍于情面应付了事啊，等等。 那把这个事儿啊放到现实中来呢，就是习近平的六中全会有这么三个相应的奇怪之处啊。第一，习近平的那个历史决议啊，直到今天我们成稿还没有发出来啊。而在一九八一年邓小平主持十一届六中全会时的历史决议，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全文发布。可现在都三天多了啊，习近平的这个决议呢还是没有，外界看到的只有一个总结性的六中全会的公报。 那第二啊，上述例子的小军啊，其实就是中共的军方，在六中全会之后啊，栗战书在人大，李克强在国务院，汪洋在政协，赵乐际在中纪委，分别在各自部门开会表态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啊，这是中共惯例。可偏偏中共军方啊，到现在还没有这个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会议，那、啊、这个很奇怪。而栗战书呢，还有李克强等人的会议也都没有怎么提习近平的名字。 接着说刚才那个例子哈，漏了一个细节。其实呢，小齐在跟小伙伴们开会的时候呢，还小声八卦了另外一个想跟他抢着当老大的大块头的坏话，说同班级的另一个人小江，还有他的小跟班小曾啊，总抢别的小朋友零花钱，还薅小姑娘的辫子啊，抢小朋友的玩具，给老师的自行车车胎放气儿，什么坏事儿都干。 啊、呃，说呀，你们不能跟他玩，你们还是得跟我玩，听我的啊！咱们找一天，我带你们在放学回家的小道上堵他们啊，揍他们一顿，怎么样？小西说的呀，都是真的，就是在给小伙伴开会的时候啊，还特意强调一下，说明呢还是蛮有小心思的。那相应的，就是中共六中全会期间呢，中共党媒呢再一次接连喊，没有单书铁券和铁帽子王，还说呀，哪有动不了的人？ 外界分析呢，是纷纷把这个指向了江曾派系啊，甚至呢直指该派系的最高层江泽民和曾庆红。也确实，六中全会刚过，曾庆红自己的江西帮大将肖毅就被宣布双开。说到此人呢，中国新媒体 B 圈的良心揭露：肖毅呢曾利用政治力量操控一家公司，跟德国慕尼黑 GM 基金会合作开发比特币，共同挖矿啊，挖出几万个比特币。 但是呢，发生了利益纠纷。德国这家企业呢，是一路打官司上告，最后呢，把萧逸的事儿啊给捅到了最高层。这也是为什么萧逸手握八千枚比特币的原因。这是顺便啊，咱们说点关于萧逸的事儿。那么他在六中全会后立即被双开，也包括会议期间的党媒喊话。这是六中全会的第三个怪啊，在把江泽民纳入邓小平时代，并且对外展示中共的同时呢，却还向党内喊打喊杀。 同时进行。那总结一下啊，六中全会后呢，新的历史决议原文啊，三天多了都不发表，军方啊迟迟没有表态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然后呢，开会的同时继续向党内喊打喊杀，说明中共这百年僵尸的历史啊，根本就没有盖棺论定。不知道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们是否有变化啊？起码目前是这样。 有这么三个奇怪之处，那综合来看呢，这共同展现了一个现象，四个字概括就是党内分裂，意见不统一，而且呢，刚开完会啊，中纪委就往下拿人，更说明暗潮汹涌。而且本次六中全会呢，中共也更显出日薄西山的悲凉。那么昔日参加全会的官员呢，不是病就是死，要么呢就是被内部整肃调查而落马。这一次的六中全会，仅高级官员缺席的就远超以往。 海外看中国关注到啊，本次六中全会总数呢原是二百零三人的中央委员出席了一百九十七人，总数是一百六十八人的中央候补委员啊只剩下一百五十一人，分别缺席六人和十七人，总计少了二十三人，这都是高层的数字。那中共体制下面的对应下去啊，那出事儿的人呢就更多。习近平呢一边喊着我党伟大，一边把党员是玩的一愣一愣的啊，这功力啊一般人没有。 实乃是千古一帝，而且呢，不知道是有意为之，还是哪来的神助攻，或者说是神补刀吧。在六中之前，彭帅突然发文举报江派前常委张高丽私生活不检点，跟自己爱来爱去之后不认账了啊，公开发文举报。那估计啊，江派都看傻了，也想搞清楚这是彭帅个人所为啊，还是习近平的突发暗器。 让江派的前常委张高丽想过个妻妾成群、酒池肉林的宁静晚年生活都不行。那现在中共啊对此还没有任何的官方表态，唯有一次公开触及此事，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装傻喊了一句“没听说”，给搪塞回去了。我敢打赌啊，汪文斌啊这是已经准备好的答案啊，就知道有人要这么问啊，建议呢汪公下次改抢答。 啊！记者问啊，哎，那个彭啊，你马上说没听说啊，这样更保险。只是呢，记者就懵了啊，我这还没提问完呢，是吧？那现在呢，彭帅这事儿呢已经被国际关注，而且呢，继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WTA 在十四号声援彭帅之后呢，十五号世界男子网球协会 ATP 也公开发声啊，支持 WTA 的声援，要中共当局啊对张高丽的性侵指控进行全面、公平和透明的调查。 那有的网友说了啊，当初这是彭帅同意的，不能叫性侵吧？但是呢，国际机构就认为这是性侵啊，因为张高丽不想负责任了，玩玩啊，想不要就不要了，那这就变成性侵了。而且呢，张高丽还涉嫌言语欺诈。你看彭帅爆料时说呀、啊，张高丽为了哄他就范啊，在饭桌上给彭帅做思想工作。 虽然说的话是驴唇不对马嘴，但是呢，张高丽是那么说的，说什么宇宙很大很大，地球就是宇宙的一粒沙，我们人类连一粒沙都没有。劝彭帅放下思想包袱。彭帅的爆料呢，也随即带火了一批敏感词，什么总理和我呀、瓜呀、什么网球啊、彭德怀、彭于晏加帅等等，啊，这简直成了可以嘲笑中共整个官场的桃色新闻，丢人现眼啊，丢大了。所以呢，外界也都关注彭帅的下落。 啊，十一、呃、月十五号，美国《纽约时报》采访了 WTA 的主席 Steve Simon 啊，透露说，他们已经得到中国网协在内的多个来源的消息，说彭帅现在安全，没受到人身威胁，而且说呀，彭帅应该人就在北京，但是呢，他们没能与彭帅取得联系。那彭帅本人呢，也一直未对外发声。如果他人呢在北京啊，看样子呢，很可能是处于软禁的状态。 直到高层的讨价还价啊，这种博弈有了一个结果，他本人呢才可能出来啊。这事儿呢，怪就怪在拿撒谎和欺凌当家常便饭的中共当局。如果编个理由否定彭帅很容易，但是至今没否定啊，这就说明这事儿啊，现在是习近平当局的一张牌了。而在红朝末世，总是少不了奇怪的意外。其实呢，好多历史的转折都是由一个个看上去的意外的事件串成的。 但是啊，我想说，看着是意外，但那就是历史安排的必然。呃，也许不知道哪天啊，中共出个意外就彻底变天了，但那也就是必然了。那么，继彭帅发文举报前常委之后啊，十一月十四号晚上，大陆网络热传万达的董事长王健林去世的惊人消息，说他是当天凌晨在北京去世，终年六十七岁。消息是越传越广，影响广泛。 十一月十五号，万达集团官方出面辟谣啊，并且说王健林当天还参加了公司会议，还附了照片儿。那同一天呢，中国的手机 APP 今日头条还发布公告说，用户啊深拥大海二啊捏造知名商业人士去世的消息已经被永久封禁。这知名商人啊，指的就是王健林。而目前呢，万达旗下的轻资产公司万达商管。 刚刚得到中共证监会的批准，准备向港交所提交 IPO，正式进行首次的公开募股。那有分析认为呢，这个虚构消息的传出啊，似乎是冲着这家公司在港交所的 IPO 的事儿来的。但奇怪的是呢，传出假消息的用户并不是什么大 V，而且呢，这样敏感的信息在审查严格的中共网络上存在了四十一分钟，但只显示啊有十三个人阅读啊，却被传得这么广。 展现的次数呢也只有五十六次，呃，就说是有五十六人看到了消息，那这些人呢就把事情传播到了全世界，而且呢还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不知道这是现代网络的传播力出奇强悍，还是背后有什么操守故意为之。因此呢，各种分析就都出来了。比如有人说呀，这是万达自我炒作，让大家关注他们旗下的企业上市。但是呢，用得着用这么不吉利的手段吗？王健林咒自己死啊！ 这不太可能，也有可能呢是万达王健林的某个仇家啊，故意不怀好意的释放假消息，逞口舌之快，以图进行一种宣泄式的报复。几年前呢，也有人爆料说富商王健林呢跟江派有一定利益往来，是当局呢要对付的好多民企大佬之一。海外社会经济学者何庆林女士曾在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四号对《美国之音》说，王健林呢当时被中共央行盯上，他热衷在境外投资足球队。 好莱坞豪宅等等，被央行说成是对当局没有好处。而当时王健林的公司除了负债率很高之外呢，他转移到境外的资产是相当庞大，当年的统计啊就有三百六十七亿美元。而且呢，早在二零一五年，《纽约时报》的一篇调查报道啊，就画出了王健林跟当时中共新老三届常委的关系网图表。可惜啊。 目前《纽约时报》的相关页面上只有图表的个别介绍文字，图表本身已经消失不见。那原本的图表显示啊，中共新老常委的家属呢，几乎都在王健林的关系链条上。而习近平在二零一七年就早已开始保外汇，王健林啊，当时是撞到了铁板，而他被认为呢，跟江湖两代常委关系密切。可是，在二零一七年的时候，毛邓习三分断代呀、啊，就已经露出了趋势。 换言之，何清林认为呢，这也意味着江湖两代领导人啊，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那么，王健林等一众商人的处境啊，从那一年起啊，就已经开始不对头了。不过，目前呢，这个微博上出现的所谓偶发事件啊，信息还很少。我们不能说呀，这就一定是有人要整王健林的讯号。不过呢，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很多偶发事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下发生的。 那这样看呢，也都没有偶然的事儿。中共二十大前拳斗正酣啊，疫情的传播也没有消停。大连庄河封城，当地大学城还有多达一千五百名大学生被转移到宿舍，还有酒店集中隔离。而当地的感染病例中啊，仅十一月十三号，大连官方通报新增六十例，多数都在庄河，其中呢，二十八人是庄河的大学生。 此外啊，庄河当地还有上万名大学生在宿舍被封闭式管理。现在大连已经成了全国比较严重的地区，当地的中共组织甚至推出立法，说居家隔离的人擅自出门呢，自己家的所有人还有同一楼的所有家庭，全都要实施更严格的居家隔离管控，形同连坐。而2020年瘟疫爆发之初啊，代表中共当局接管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中共将军陈威。 他同时呢，也被怀疑跟中共的生化武器项目有关联。他的团队呢，既早早诡异的以超出正常研发速度的规律啊，开发出了所谓新冠疫苗之后啊，近日，他的团队呢，又在中国海口的二零二一第五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上，展示了所谓吸入式的疫苗啊。有大陆网友就说啊，看上去啊，就像在喝珍珠奶茶。 实际上啊，是在一种雾化设备中把疫苗雾化，然后呢弄到杯子里面，由人啊深呼吸将雾化的颗粒吸进口腔。那目前呢，这个奶茶式的疫苗呢还没完成申请啊，没有正式面世。但不管这疫苗是怎么打进人体，是吸的、喝的还是扎的啊，它是中共开发的，还是陈薇团队搞出来的？ 那此前呢，中公疫苗就总传出问题，而这一款呢，给疫苗整了个容啊，里面的汤药是不是就升级了呢？还真就不一定。现在是新拍互动啊，咱们呢今天呢先分享点刺激的。观众元芳说啊，你这个频道真是能造谣啊呵，就这么一句话哈。那类似这种留言呢，八成是五毛的任务帖，复制粘贴，毫无养分。 以后呢，类似这种五毛帖啊，无论你是元芳还是狄仁杰，请你列明啊！李大愚，啊，你什么什么位置啊？造谣的写出来啊，也给我参考一下，我也改进一下嘛，对不对？争取下次再造谣呢，别被你们看出来。那还有种典型的五毛任务帖，说呀，我就是什么地方的啊，我怎么能不知道有这事儿呢？啊，不排除有百分之二的人呢，确实是当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五毛。 可能啊，他本人啊就在某个监狱服刑啊，在那里随便说。那往往这样的呢，我都会回应，我也是哪哪儿哪儿的。那当然了，也有的时候呢，是某地的某处发生的事儿啊，并不是当地全部，所以呢不带有普遍性。比如昨天我们报道大连的瘟疫情况，我说的是庄河封城，不是大连封城。那么还有一位观众 Leo G，他留言呢说呀，拿钱说话的媒体，好像是在说我是吗？ 那类似这种留言呢，最近几个月呢也经常能见到啊，叙述方式都差不多，很大程度呢可以判定也是五毛的任务帖。因为熟悉我们新闻判惊奇的观众啊都知道，我们频道目前没有任何的广告收入，在美国大选期间呢被 Y T 啊彻底给暂停了。目前的收入呢仅存在于大于 US.com dot 这个会员网站，还有少部分观众的慷慨捐助啊。现在节目呢不赚钱啊，就是先这么维持。 等时机合适的时候呢，我们再想办法呀，扩大盈利管道。要说收了钱呢，那是一少部分观众的钱。你要说我替他们说话呢，那还比较恰当。但是呢，人家恰恰都无所求啊，单纯是支持节目。在这里呢，也谢谢这部分观众啊，感谢你们，也感谢以不同方式支持我们的所有观众啊。那么，观众 Ken 红啊，分享了自己对特斯拉老板马斯克把企业总部从加州迁到德州的看法。他说呀。 马斯克很有远见。五年前，加州州政府的水利单位就警告过，再不改善环境，加州会在二零七零年一滴雨水都没有。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呀、啊，时程加快了。洛杉矶加速沙漠化啊，北水不够南送，洛杉矶的野火呢会比以往更频发，烧更久，烧的面积呢也会更大，林地缩小，导致地面的温度更高，云雨团呢更往北迁啊，更难降雨。 最先出逃的就是硅谷的这个科技公司啊！不要小看马斯克的这个动作，背后有很多呀，是政府不敢跟人民讲的秘辛，是我们一些有听过内幕的才知道的。谢谢这位观众的分享啊！除了环境治理不善之外呢，说点玄的啊，按照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观点，地上无道啊，上天呢才会降下灾异。近年呢，好像加州左派活动是越来越凶，就说那个旧金山吧。 十年前的时候，街道上还比较干净啊，还是那样在山海之间云雾缭绕的美丽城市。现在，旧金山市内的街道啊，是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阴风阵阵。而且呢，政府在街头呢还特别设置了毒品注射站，是政府设置的，这让中国大陆的朋友听起来啊，都觉得非常诡异啊！怎么会这样呢？但是左派就是疯狂到这个程度。 还好啊，还没变成普遍的现象，只有像旧金山这种极个别的城市是这样。要全美国都是这样啊，那那还了得吗？美国西雅图的观众 F L 说啊，二零一九年大雨最新跟踪报道香港，惊醒了墙外人。感恩您的良知，敬佩胆略啊，欣赏文笔、思路、逻辑思维啊，不浪费每分钟啊。这个您太过奖了，我呢还要多学习。谢谢 F L 啊，把这个拿出来念呢，就当是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推广吧。 好，谢谢所有留言的观众啊。那我们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 m 密斜线大于 News，观众讨论群是 T m 密斜线 X W P A J Q 下划线 U S，节目信箱是 X W P A J Q I G M A i L D O T C O M，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 U S D O T C O M，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